那些退出娱乐圈的明星，后来的他们怎么样了？TVB 剧是伴随我们成长的一把回忆杀，当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慢慢的淡出视野，后来的他们又都去了哪里？一、蓝协英，图片源于网路。图片源于网路。图片源于网路。蓝协英曾经参演过《大时代》《大话西游》，被称“净绝五台山”。后因遭到娱乐圈两位大佬，其中一位是曾志伟的性侵后精神失常，目前生活依靠失业救济金。虽然精神已有所好转，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。二、黎姿，图片源于网路。图片源于网路。黎姿曾经 TVB 的当家花旦，有位做医生的弟弟黎英，姐弟俩的感情非要要好。弟弟后来开了美容院，事业达到顶峰，但之后不幸遭遇重大车祸，黎姿为此与 TVB 解约，暂停工作，专心照顾弟弟，而大量的治疗费用也让黎姿倾尽所有。据说黎姿嫁给现在的老公是因为当时受到了他的资助，才得以挺过难关。现在二人育有三女，生活幸福美满。三、江华，内容未完结，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